老秦，你要老婆不要？哎，你要老婆，只要你开金口，我等会儿给你送来。啊？那你就送来吧。想给我妈写封信，告诉她我找到个家。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？不，郭痞子他没跟你说清楚。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，他们说你不是坏人。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。一辈子有什么不好？在这相思，我陪你不了。我的生活中忽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，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哟，这是你偷的图片啊。你的小长工还可以吧？你拖这么多土坯干什么？盖院墙的。我爹哪个院墙啊？明天我跟你一道去帮忙。傻姑娘，汉民哪一女的去帮忙的？我就要去，我化妆成男的。你白天偷土坯，夜里跑学文化吗？你就会让红小孩要。许灵君，你好狠！哎呦，哎，怎么不让读了？下边就是脱土坯的事儿，坯子我不会写。不一横。练刀会有，练刀会有，一切都会有的。我不管教师不教师，在我眼里他还是许灵君。他就是当了官我也不稀罕，再放20年马我也不嫌弃。反正我觉得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。我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给他改正了，不是现在。好，你改正有什么用？你改正也不能给他补500块钱呢。我把心都扒给他。小郭骗子，再给你找个对象。混蛋！你别吓我，你走不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妈妈说，爸爸是妈妈手里的风筝，飞得再高，最爱的妈妈手里。你瞎编什么？我没瞎编，我听见了，你昨天夜里说的。给家里再留10块钱吧。嗨，家里要什么钱？穷家富路，你带上了。小伙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许先生，你爱吃泡菜？我爱人喜欢吃，他是四川人。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。可惜他不在这儿，您看着就知道了。一个毛丫头。毛丫头，多么甜蜜的称呼。就是我又在想你了。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是喝清清风，还是也在想我？感情是信念的基础，这里我相濡以沫的妻子。